欢迎收看《一起上线找学校》。你好，我是 Alson 学长。今天呢，我就要带你来吉隆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来看一看这个校园，一起去吧。吉隆坡莱佛士高等学院是一所位于吉隆坡安邦区的高等学府，学校附近设有捷运站，四通八达，为学生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。在教育学生方面，一直秉持着以实践为优先，同时也融入了深入的课程以及实践经验，并培养出符合业界需求的人才。艺术是没有特定的方程式，一切都得靠自己的探索和研究，才能够做出令人惊艳的作品。吉隆坡莱佛士高等学院的课程有时装设计、国际时装业务、珠宝设计、室内建筑与设计等等，积极培养学生在创意设计的才能。一件高贵精致的礼服不是坏话剪一剪就可以变出来的。吉隆坡莱佛士高等学院拥有丰富的软硬设备，并针对每个专业的需求，在校园内建立了不同的教室，比如时装设计、室内设计、珠宝设计都设有专业的缝纫室、珠宝设计教室以及 3D 设计教室。每个华丽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和付出。入读吉隆坡莱佛士高等学院的学生将受益于高质量的教育，并具有与该行业相关的全面动手经验，这使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职业机会，学生也能够扩大他们的个人网络，了解国际视野。想要了解吉隆坡莱佛士高等教育学院的更多详情吗？记得关注升学情报的 Facebook。 我是 Alson 学长，我们下期见， See you。